我今天就是要一个张惠妹到底的感觉。嗯，真的。嗯。没有，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台上的气氛跟台下气氛一样。对，有时候就是不是笑话，反而特别好笑。对，因为这让我想到有一次我在那边表演，然后有一个就是他的，我应该可以叫阿嬷了吧，就是一个大姐，非常非常资深的大姐，然后就在下面看到我，然后我休息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讲说，哦，我看到你哦，好像看到了张惠妹嘞，我就跟他说，你是说身材还是发型啊？视频的。